快坐。张辉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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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有爱过什么人吗？没有。你为什么说你没爱过？佳辉，佳辉，没事吧？你发烧了？你慢点，头晕不晕？等我一下啊。把这个药喝了吧。你还好吗？谢谢。你要真想谢谢我的话，麻烦你下次再晕倒，晕在一个让我扶你不费劲的地方好吗？你是心理咨询师，擅长分析人的潜意识，那你能不能告诉我，为什么我总是感觉我在七岁的时候就已经死了？你七岁的时候发生了什么吗？在我七岁那年，我妈丢下我走，就再也没有出现过。带着我妈，带着你，咱们离开这个伤心的地方，重新开始。顿顿是我的孩子，他要跟我住在一起。那你这是告诉我你的选择了？你还没有回答我为什么总是感觉在我七岁的时候就已经死了。我虽然是心理咨询师，可是我分析问题只针对我的来访者，你的问题我回答不了，我现在只知道你生病了，需要休息。给你添麻烦了，谢谢。我先回去。等一下。这是我的泰勒斯弗洛斯，现在把它送给你了。我记得我小时候有一次生病，我妈妈把这个送给了我，也不知道是不是心理的作用，我抱着她睡觉，马上病就好了。从此以后，她就成为了我的守护神，我走到哪里都带着她。现在，我把它转送给你了。对你来说这么重要，你还把它送给我？只是一尊雕像，臆想而已。我希望你能够早点好起来。谢谢。那我就收下了。